各位观众好，我是真相。好的，那跟刚刚一样，我想把这个接下来时间交给两位推剧官啊。尴尬了，没有提词啊，我还以为有啊。好的好的，是不是有个道具？快快快！对，他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对，我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从今天开始，永安楼茶铺，是叫永安楼茶铺都可以啊？说错了吗？啊？你说的都对。对对对。什么茶铺？赵氏茶铺。啊，赵氏茶。对，赵氏茶铺从今天开始开张了。嗯。然后我们给大家，我没有 re 好台本。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红包。对，然后第一个呢就是麦穗嘛，就是希望大家就是都是有好吃的啊。你讲第二个，上面写的是开业大吉，开业大吉，然后里面有那个福袋。对，这个第二个这个包里边呢是茶叶。这个茶铺开张了嘛，然后希望大家都来赵氏茶铺里品尝我们这个赵盼儿为大家做的好茶啊，挺好的。还要怎么打开？第三个是吧？也是开业大吉。帮我们一下吧。好，我帮你打开。为什么我有耳麦？因为我这样比较轻松。这个红包是铜钱，招财很独立的女性。我觉得从她身上我自己也学会了很多，然后也要非常感谢这哥的，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合作，他非常开心，也非常谢谢真相。谢谢一菲。小哥，你也是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这个角色，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那你们两个的这个角色都非常好。对，感谢这个张威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剧本，然后感谢杨洋导演，感谢 Jeff 哥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这一次能跟刘亦菲在一起合作完了以后，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这部戏。好的，谢谢亦菲啊，那谢谢你们，谢谢小哥，谢谢，也期待这个梦华录早点跟大家见面啊，谢谢，辛苦了，拜拜。